带劲儿啊！只要运气好，美味少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嫂。事儿小，很多特别的食材都需要碰。有半拉来月了，网友馋我吃牛脖，今天整上牛脖肉。这样的四块，看着肉不厚，泡血水啊，再下锅焯水。哇塞，真棒！喂，是不是这个都叫血红蛋白啊？还是叫血水啊？然后炒料，加水，炖，再加点调味料，滋味就出来了。妈妈，你去俺姨那之前给我整点锅巴子吧。行，方便啊。搁底下刮，搁底下炸。刮呀。烤牛脖，黑胡椒蒜蓉酱，哇，带劲儿啊！哇，大火快烤2个小时，就烤成这样了。哇，里面就是这个样子，感觉和吃牛排差不多，有味儿，好吃。2个小时，将近3个小时，血红蛋白还是有的。酱牛脖，哎呀，这个汁儿老赞老棒。哇，一样是炖了3个小时，明显这个更入味。干杯！哇，让老妈做的大饼子，哇呀，香！牛脊髓，正儿八经蘸点这儿。黑疙瘩全是肉，下不了嘴，只能撕，换一个，一会儿单撕拌饭吃，这个好啃了很多。蘸一下，蘸牛排都没那么过瘾。肉大饼米饭肉汁儿这么一拌，哇，还是这样容易吃。大锅巴饼子加肉，来锅米饭。